是蕾蕾徐元敏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天然安娜。Hello。我们今天玩的是芭比娃娃的换装，这应该是试穿婚纱的衣服，可以吗？那我们准备好了。好，这次换妹妹先，你要穿哪一套婚纱呢？这一套。这一套哦，很干净，上面没有什么特别的装饰。哦，这一套是很合身的哦。这个呢？这个呢？好闪亮。还是这个？小女孩的喜欢的样子。这样才漂亮。它还需要很多，从项链开始，好吧？最后一个，不要让妹妹弄到结束。这个，妹妹要戴上这个漂亮的那个项链。那包包呢？这个蓝色的包包。蝴蝶结。蝴蝶结包包，它的头纱要哪一个？漂亮的头纱。哦。还是要整个拉到腰部的那一种，哪一个？拖地板的，这个吗？拖地板的有没有？拖地板的，哦，那很贵，这边没有。这个，这个好了。红花要哪一个？这个吗？这个。这个吗？这个。叮，这就是妹妹姑娘的婚纱，换姐姐选一个好不好？这个，姐姐你要选别的一种，可是有可能会跟你选一模的，不行，有可能。我生气，我会选头上换姐姐的。这个姐姐从一开始就选一个层次比较多的哦，哇，这衬衫不知道多少个钻。这个啦，这个吗？对，好了哈。那项链要选哪一个？第一个蓝色花。这个呢？这个吗？包包呢？包包第一个。包包第一个。你可以花婆，你可以跟我选一样。那头纱呢？头纱可以跟我选。这个吗？对。哦。好漂亮哦。这是妹妹的样式，那他们两个到时候结婚不知道会。这样子选，好啦。不会，不会吗？我肯定不会。那我们就要说什么啦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我这样子好像不觉得。这样子比较漂亮。我想要全部等到地板。好了。跟姐姐按。